哎，这个狗是啥造型？这是？嗯，带那么个桶是怕啥？是吃垃圾吧？估计坏的坏的不行，怕咬别的狗的是吧？WiFi 线断了，让什么车给挂断了？这是。哎，去吧，给我租那个房子那儿铺地板去，铺那个铺地毯去。看一下这个，楼梯，木楼梯，上楼要看是吧？嗯。这个把这个地面给贴了，铺在地毯上。那。哦，这个带卫生间的，有两个带卫生间的，都没用。这个两套，这我感觉这弄出来就像客栈一样子，上楼上看一下去。楼梯那就是下雪板了，实木。哎，能看见咱们家不？应该能看得到，都是挡道啊。啊？应该能看得到啊，好多铁桶。让烧鸡上楼看看。应该就是这个对面这儿，能看得到了，没有多远，这些距离200米，离点这些距离50米，司机，修这两幢厂多少钱了？哦，还。看我是看你刷油漆了是吧？刷漆了。嗯，又刷了一遍漆，弄成新的了，给翻新了。这是包了吗？哎，包了，也挺漂亮啊。嗯，皮子又从包里。哎，高兴睡觉了。嗯。嗯，还把以前这个床安在家里面，把那个弄下来。那两天放在山上，让老鼠都给咬了个稀巴烂。哦嘛，都给咬烂了。高兴，看看妈妈干啥了？来看妈妈，你看，连妈妈不看了，看妈妈。有土，妈妈擦的。哎呀，烧鸡呀，这咋了？我的开心的不行。啥叫开心的不行？我喜欢的这个我的床。爸爸，这是我的。爸爸。嗯，宝宝。哦，不能来个这里告诉你。这是你喜欢的。对呀，我的娃娃认识你，娃娃认得，你一起的高兴快乐的，你第一先来睡觉。嗯。哦，他黑。哎呀。你看他们。你爸爸。女孩穿的。你爸爸来。对，那不然干啥？这脸床的。你的鼻子那么高的，你喜欢的这么大？哎，烧鸡。这个铺的这个什么地？床单。掉不了，这里安心。这个床。这安上去，安上掉不了。对，这个床能卡住的，卡牢了，掉不了。高兴看动画片的了，让他一个人看的，咱俩悄悄走啊。你感觉你们这个一早上这个茶不喝是绝对是不行的，少喝点这个茶，那个茶一起来就喝都是汤。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出来把这个床搬到那个厨房那儿，都是喝茶的。司机，他背的这个毯贵吧？啊？
坐下，滚！哎呀，好吧，小弟出去，我俩买点东西。网线，小弟，网线掉了，打个电话嘛。咱们的网线，这不是断了，掉了，没网，家里面。哎，打电话，他什么时候过来？昨天打你催了啊，你就是要网费的时候，要钱的时候，正了面的要了，那么坏了他不管了。走，好，你开吧。和以前那个一样呀，你把这个拿。看，哎呀，你看看那个山上那个云海多好看。嗯，少嘛，现在山里面多，爷爷那儿多。小姐，你那个啥，你跟爷爷去一会儿看阿姨生，你买点吃的给啊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哎呀，还在这儿等爷爷。他高兴。啊，小弟在这儿看，等会儿眼镜跟眼镜去看一下阿姨去，我先回去了。顺便小弟给买点东西，店里面用的东西，现在没开门了。回来了，看看这两个小家伙，这是起来了。高先生，哎呀，好多好多衣服。都不给穿，都放起来。这个姐姐也是不注重这个形象，给这些小孩等会儿穿的就像要饭的一样。好多衣服了，都那硬放都穿不成了，都不穿，奇了怪了。高兴耶，你看你穿的啥了，都是七分裤，刚生下来穿的，那么多衣服都不给你穿，你妈妈是吧？赶紧，高兴，你看这个脸上妹妹挖的，看这个脸上挖成啥？嗯，你可得长点心了，离妹妹稍微远一点，不能让她再挖你了。爸爸看你，那不能挖那个，来，爸爸看你的，来我看。我看，来，爸爸看，哎，高兴，你看，来，过来，高兴，你看，往死了，害了，你看你脸，这个，爸爸看你脸，这天让妹妹挖的，这个小女孩，把指甲给她绞了，着急回来让，过来，赶紧。看，往死了，还过来，回来一会儿把指甲给你绞掉，指甲真长了，不能老挖哥哥了，你看，你这挖成啥了？